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 Lev Two， 欢迎回来我的频道，我要讲第二遍了。今天呢，我们继续来玩一下我们的猎龙高手。有观众在靠腰的老头，那时候才要出下一集。好啦好啦，今天就来玩一下吧，好不好？那我们依照之前的惯例哈，我们就把我们之前的这个奖杯狩猎赛打一打，解锁下一张地图哦。因为老头是本来打算是说要先把前面这个几个特殊任务跟这个散弹枪系列、突击步枪系列还有其他系列都把它打完，然后再去打这个奖杯狩猎赛哦。好，那因为最近很多游戏可以玩，所以说老头花了一堆游戏，花了一堆时间在别的游戏上面哦，所以说这个游戏基本上没什么在碰。那么既然有观众要求的话，那就好吧，稍微打一打好了哦。因为我其实每一集应该都会是把这个奖杯狩猎赛打完，然后再进入下一关哦。你看，像这个下面会有六张未解锁的地图哦，这个应该看起来就像是要打奖杯啦哦。你看这是什么安博、潜行者、死者卡恩哦，不是死者卡恩，是叫做泽卡恩，然后艾吉斯、战壕、邪王啊，这就是我们最后这六张图片啊，六张地图，好啦，我们就打看看好啦，废话也不多说了，来来来来来，来吧，暴力狂，杀死暴力狂，应该不会很难打吧？打看就知道啦，啊，来吧，哦，他叫做暴力狂，明明就是总头龙叫暴力狂，哇！血很多呢，完蛋了，完了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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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哦、oh, ，好好好险，好险，好险，好险！哈哈哈！啪！好，第二关，潜行者，他的双眼有着奇幻的魔力，即使在月黑高峰中的晚上，也能轻易狩猎，可怕。哦，接下来呢？居然啊，进广告。等一下，他是要我用这一把去打，是不是？我来看看，83的突击步枪。奇怪啊，我自己原本这边就有一把的，为什么？哎呦，只要600块啊，没有钱。这个是升满的意思吗？意思是说我要更强大的，我必须要用钱。用这一把，这一把哦，三支四驱，75000，我有钱吗？算了，买了。有了，有这一把就可以打了吧？哦，还要升级，好哦，加速，冲下去了，冲下去就是任性。耶、yeah, ！补好补满，没有钱啦，人生大失败。好了，这样该可以了。我有没有办法打完所有关卡、啊？我纳闷了。我的天哪、啊，后面的升级真的很靠北。来，开枪，开枪，别来。No， 来了，我赢了，阿加，好险，完了，我觉得后面会越来越母汤欸，又要升级了，我没有钱了，用这个升，哇，这个枪支居然强制要你用那个金币升级。来升好升满，为了打最后的卡泽卡恩 ，Oh my god！ 为了给你们看这个画面，我要花钱了。来来来来来，我靠，这只长得好奇怪啊！异色版的牛龙 ，Oh my god！ 他来了，他来了。谁呢？
结束你啊！啊下，舒服啊！哦，送这一把是什么？本来264块钱，135买了，没鱼啊嘛好，以后用得到。结束了，前三关打完了。我觉得看来逼不得已，我必须要氪金的，哥又要氪了，幻影格林 ，Oh my god， 生弹药为什么全部都让我生弹药啊？弹药这么的重要吗？哇，生满了，生满了，不，一次给他全开了，艾吉斯，来。哦，我靠，我是狙击枪是不是？一枪一个，两个，三个，我靠，这只是棘龙吧？头好大颗哦，直接把它秒掉了。第二阶段战壕，这名就甲龙，完了，没有钱了啦。没有钱了啦，你还要我怎样？哇，大师血啊！枪口，再来升什么？瞄准器。哦，完了，没钱啊！啊，又大师血了，我穷。战壕四吧，来。哎、欸，不要打他的肺哈！哦，这边哎、欸，没打到，有，哎呦，再一发，再一发，结束你！哎、欸，这只体型也蛮大只的、欸，大金哦，是我错觉吗？我怎么觉得他体型蛮大只的？这些也是大金来着，就对了。好了，最后一只邪王，我靠，这霸王龙啊，实在太酷了！好了，我没有资金升级了，看来我们只要用这个了。哇，大喷血啊！喷好喷满，没了！你看看，我也要花钱了。你们特价是什么？131块钱。呵，林北再氪一下，受不了。好，又中氪了，又中氪了。我在想说，既然都中氪了，我们就来买一些特价的武器包算了，好不好？啊，都氪下去的买啦、啊，是不是？你看这160块的卖了，哎、欸，为什么我连续买两个？你先搞到整笑哎、欸、你，这个我有没有啊？已拥有啊，已拥有就不用买啦、啊。欸、我刚刚买两个一模一样的，我是不是被坑了、啊？我感觉我刚刚被坑了、欸。他们有了也不会跟你讲一下这样子啊？这把没有，这把嘞，这把也没有。那我觉得买这个划算。那、啊、这个嘞，这个好像我也没有，是不是？刚刚宝买了。嘿，对哦，啊，刚刚多买的那些到底要怎么算呢？我是不知道刚刚买的那些要怎么算啊，妈的，我的钱，已拥有，呵，都拥有了 ，OK， 我们可以专心打最后一关了，好不好？你讲好不好？最后一关了，嘿。要用这把打是不是？我是没什么问题的，打下去就对了。有了，可以拿来打了。邪王黑龙波，哎、欸，纳命来，白色的，挺酷的，战爆，挺赞的。哦，远远看是白色的，近看是红色的。完了，它没有任何一个标记告诉你要射哪里。凭感觉射吗？哦，有出现了 ，good，good，oh yeah，
哦，没中。哦，死给！哦，我靠，好硬，好硬。Oh yeah, boy！ 一发入魂，噗呲！一打一，哇，这个打完给150,000呢、欸，瞬间变有钱人，好爽啊！全地图已解密，我来看一下，解密了吧？啊，有了有了！哇，新的区域要使用猎弓，死给！哇，170,000！哇哇哇哇哇哇！后面的弓都超屌的，我记得我应该有一把。我刚刚应该有买到一把可以直接装备的啊，第一血啊，明明就已经买了，已拥有了，啊，为什么不能装？为什么？明明就猎弓系列，你不给我装第一滴血？呵，随便，看要买这一个是不是？买了。佩戴，我们来打一局看看拿弓箭长什么样子。无聊打一下。哇，五角龙群，年幼的，就只是拉满弓这样子。追，追，哦，大概就这个样子。射爆你的脾脏，结束。好了，今天这部影片呢，让老头又花了2999块，谢谢大家。好吧，今天差不多先到这里结束了。好，那下一集呢，我觉得应该还是会很晚出啦，因为毕竟这游戏需要浓，需要时间。好，各位不要急，慢慢来。好啦好啦，没什么了啦，大家就这样子了，好不好？好啦，今天影片先到这里结束啊。如果喜欢我的片呢，记得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猎龙高手再见面啦，拜拜。